我不知道，我反正放了假，我要不走，我就不放假，我还给不一样拿了。我回家。啊，你给你治不过来，家里回家嘛也是玩儿，我也不说一会儿收庄稼吧，我一会儿我到所有的庄稼都赶到那边去收也行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。